嗨，Hi, 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是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四号，这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暴雷。这两天啊，恒大新能源汽车又有消息了，就是今天啊，工信部官网发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三百五十三批，经过一个月的公示啊，这个恒大新能源汽车天津有限公司恒驰牌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仍在该清单中。 同时啊，工信部官网还发布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二零二二年第二批及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五十二批，恒大新能源汽车天津有限公司恒驰牌多用途乘用车的两个产品型号均位列其中。就这意味着啊，恒驰汽车已拿到生产和销售环节的通关批文，可开始对外销售了。 啊，这个对恒大新能源汽车来说啊，啊，是一件好消息。自从年后啊，这个许老板就基本上啊，放弃了保交楼了。啊，保交楼都是政府的事，他主要精力啊，放在新能源汽车上面。啊，大家也能看到新能源汽车方面、啊、动作频频啊，又是恒大物业卖车啊，又是招聘新员工啊，招兵买马，高薪诚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啊。总之，这个新能源汽车搞得如火如荼。 二季度就能销售了，那可能估计五月份啊就能开始卖了啊。他现在已经招人了嘛啊，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啊，呃，许老板的确是战略转型啊，房地产这一块就由他去了，全部精力放到新能源汽车上面。关于恒大的新能源汽车，我记得去年我还做了一期视频啊，重点讲了咱们是看好恒大新能源汽车的。现在许老板手上有两个这个馒头啊，一个就是恒大物业，这个是现金奶牛，一个就是。 恒大汽车，这是许老板的梦想啊！许老板呢，就是因为搞新能源汽车啊，投了四百亿，这个被别人呢诟病为啊，恒大是因为多元化导致暴雷。那事到今天，大家也看出来了，恒大到底是不是因为多元化导致的暴雷？啊，看过我节目的都知道，我是反对这个说法的。多元化不会导致恒大暴雷。恒大许老板实际上很有眼光，他知道房地产到顶了，他没有办法再增长，他已经做到第一了。 呃，八百多个项目同时开工，你说他还怎么做？所以他想增长的话，只能找新的领域。这个是一个企业正常情况、正常的这个战略思路啊。啊，如果他不找新方向的话，那恒大就会萎缩嘛。啊，即使不暴雷，他也会萎缩。所以他呢，找到新能源汽车这个啊进行投资。当然了，许老板投资新能源主要靠买买买啊，有钱啊，这是他这个可能是战术上面有问题。但是你不能说。 恒大多元化是错误的，这个包括恒大的什么首席经济学家啊，任泽平啊，包括央行都指责恒大多元化，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啊。你从现在看，花样年它多元化吗？佳兆业多元化不多元化啊？天天爆雷的那些企业，有几个是多元化的？都没有吗？不都爆了吗？至少说明这个跟多元化没有必然联系。而且许老板看中的这个赛道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是国家大力发展的新能源汽车。 虽然我对新能源汽车这个东西我不感兴趣，我认为这个啊就是个大玩具嘛。但是国家战略现在是定在这儿的，发展新能源啊，这就是风口，这就是新赛道。那恒大呢，切进这个新赛道没有问题。那、啊、那些造车新势力啊，哪个以前造过一辆车？啊，它不都是从零开始吗？去造车吗？何况啊，恒大还有天津市政府、滨海新区大力支持。滨海新区啊，把它滨海新区的这个战略发展。 转型跟恒大呀捆绑在一起了，是命运共同体。我给大家介绍过，有这么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把它当做一个业绩啊政绩工程。所以说恒大呀，恒大新能源汽车才能渡过难关。否则的话，恒大新能源汽车不可能什么产品线能贯通，还能这个啊汽车能下线，能中试啊，还能去卖，这个都跟滨海新区的政府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我给大家。 专门介绍过啊，因为合肥市啊，它就是因为搞新能源汽车，现在搞得如火如荼啊。那天津市滨海新区搞了这么多年，对吧？不死不活的，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恒大、啊、来了啊，愿意投上千亿的搞新能源汽车，两个人一拍即合啊。天津市政府把这个当做也是一个政绩工程啊，所以从这点上说，他也不会让它烂尾啊。这就是我以前分析给大家听过的。那么呢，至于说恒大汽车以后他老板是不是许家印？ 这就不好说了。对天津市政府来说啊，他不关心这个。总之，你这个基地落在我天津，新能源汽车在我这儿啊，谁来当老板不重要。所以说，以后许老板新能源汽车玩不好，他可能这个恒大汽车这股份就有可能卖掉，或者是抵债抵掉啊，换新股东、战略投资者进来。基地反正是在滨海新区啊，你一年生产五十万辆汽车，那都是在这儿生产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说许老板不行。 许老板不行，张老板行，啊，张老板不行，王老板行。恒大汽车具有了投资价值，就这么简单。就是它价值高和低，根据徐老板后面怎么耍。如果徐老板把这个销售网络啊，包括口碑啊，啊，如果他做的还可以，那它价格就高；如果做的不行，那它价格就低一点。总之，它是有价值的。还有很多人啊，对新能源汽车不太了解啊。我看我,我的粉丝里面有一个人留言啊。 写的就挺好的，我感觉他对新能源汽车还是有研究的。实际上，新能源汽车啊，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哎，不能说没有技术含量嘛，就是说没有太多的技术壁垒，就没有那么多不可逾越的技术鸿沟啊。不要把新能源汽车啊当做怎么回事？徐老板做的对，什么都能买，买来之后啊，自己再改进啊。中国这个造车新势力啊，大家只要持之以恒的发力努力，造的车肯定会超过特斯拉的啊，即使超不过，也会比肩的。 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新能源汽车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我就模仿抄死你。新能源汽车的瓶颈在哪儿？在动力电池上面啊。一个充电时间长，第二个呢，续航里程短。你要想续航时间长又很危险，它这个能量密度不能太高，太高啊，电池容易爆炸，容易起火。你想充电快也有很多问题，很复杂啊。这个是电池技术制约了啊，其他的没有太多的这个不可逾越的这个技术含量。 都可以模仿，只要给他两三年时间，模仿的一模一样。剩下的就是看谁动作快，谁执行力强，谁能融来资，但谁能把车型弄出来，又便宜，车型又咋呼啊，卖个十来万块钱，非常适合这个二三线或者三四线城市的人开啊，那样也不限购啊，也也不限车牌啊。从这点上说啊，许老板比贾老板要强一点啊。贾老板那个什么法拉利到现在还没搞出来吧？ 许老板可车是实实在在的搞出来了，马上就要卖了，所以从这一点说啊，许老板比贾老板还要技高一筹啊。许老板跟贾老板曾经新能源汽车准备合作的，后来分道扬镳，那说明许老板分道扬镳还是对的啊。他说明他看人还是看得很准的，自己另起炉灶，他车子已经搞出来了。这个贾老板呢，故事讲了七八年了，一辆车还没讲出来啊。在这里，咱不是给许老板讲好话啊，咱们有一说一。 他暴雷归他暴雷，哎，他有实业这种情怀，咱也得就是肯定。但是最终啊，这个恒大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姓许，这个不好说啊。我还是那句话，接着咱们再聊一聊这恒大保交楼吧。啊，上一期视频我也介绍了恒大很多地方保交楼就是迟迟没有动静，各地啊都在这个维权或者找政府。今天啊，咱们看一个这个广西的扶绥恒大项目，大家看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第一视角拍的啊，这个可以看出啊，这个现场是空空荡荡啊。据说是三月份复工，但是今天已经三月十四号了，都没看见动静，所以业主也很着急。昨天晚上啊，就是三月十三号晚上，碧桂园啊发布紧急公告啊，公告什么呢？就是说媒体流传公司境内外融资相关负面陈述毫无根据，且严重误导。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公告称。 注意到公司于近期股份及境内离岸债务证券的成交价下跌及成交量增加，或许归因于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有关公司境内外融资相关不公平负面陈述评论。碧桂园仅此澄清啊，该等有关陈述评论为毫无根据且严重误导，并明确保留向对有关陈述评论。 负有责任的作者以及恶意转载、散布有关陈述评论的个人、团体或相关组织，追究法律责任的一切权利。同时，针对相关不公平、负面陈述评论，碧桂园目前积极开展维护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行动。近期行动包括但不限于：积极回购集团债务证券，提前将债务证券兑付资金划转至指定账户。 向监管机构及银行间交易协会等相关监管监察机构投诉、举报、散布谣言及恶意做空行为。啊、呃，怎么说呢？辟谣吗？又是谣言，对吧？遥遥领先的预言，我感觉这个碧桂园叫不打自招啊，叫身正不怕影子斜。区区几个自媒体或者海外媒体就能把这个宇宙第一房企给摇倒，这怎么可能呢？还是说明自己心虚啊，被人点破了，气急败坏。 进行恐吓，这个套路啊，咱们见的太多了。恒大是不是也是辟谣啊？融创也是辟谣啊？振荣也是辟谣啊？世茂也是辟谣啊？哪个公司暴雷之前不辟谣啊？啊，多的还不会辟谣四五次呢。啊，很多公司啊，信誓旦旦的说自己公司账上的钱足以支付到期的这个什么债务啊，账上还有上千亿现金呢。但是呢，他就是付不了什么供应商的啊十万块钱这个商票。 啊，员工工资呢暂时拖着给不了，这让我想起那个伊拉克战争啊啊，伊拉克的这个外交部部长啊，叫萨哈夫，记者采访他，美军的坦克啊都已经快到巴格达了，都能听见炮声了。萨哈夫当着记者的面啊说这个美军啊遭到了这个疯狂的什么阻击，付出血的代价，寸步难行。实际上美军坦克、啊、高速往这个巴格达。 这个萨哈夫啊，也不是一般人呐、啊。记者会开完，立马就跑了啊，一分钟都不多待，就离开巴格达，不知道躲哪儿去了。这个房企的日子难过啊，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也没必要去装。前不久才闹过员工讨薪的事情，员工集体讨薪都已经上了热搜了，足以说明现金困难嘛。你现金不困难，不只是导致给对吧？自己员工是手足啊，一起打天下的，你连他们的钱。 都欠都不发，还说自己现金流健康啊，财务稳健，嗯，这不就是睁着眼睛撒谎吗？但是啊，我昨天也做了个视频，因为这个央行、银保监会向市场放水，但是这个水啊，一直放不到民营房企身上，只能放到国营房企。这个我也跟大家讲了什么道理，所以这个央行、银保监会啊，很着急啊，因为这个民营房企都要暴雷了，但是我这放水，哎，他们一滴都接不着，干的干死。 闹着闹死，所以说央行、银保监会要求这些民营房企啊打小报告，谁给你们贷款同意了，但是不放贷的，全部报上来。哎、呃，央行啊、银保监会估计要监督人家，必须把钱给人家贷了。央行、银保监会啊要把这水啊定向的放到这个民营房企身上去，防止他们暴雷、交弯过正了、啊、以前三道红线啊，又是抽贷，对吧？又是最大的黑天鹅，往死里整这些房企。 现在呢，相当于这个马上要病死的病人呢，往他嘴里塞人参呢，啊，塞各种补药，希望把他能补起来。这个效果大家可以想象的。啊、呃，那央行、银保监会这个举措呢，客观上啊，对民营的房企啊，这个资金困难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啊。这个钱不一定能具体到融创或者到花样年这样企业的手上，但是这个钱毕竟是到民营房企这个盘子里面去了。如果说这他这一招有效的话， 那至少是可以延缓民营企业、民营房企暴雷，只是延缓。那很多民营企业拿到了银行的贷款啊，至少资金链不断裂啊，先不暴雷。但是问题又来了，就是现在你把房子盖好了，你卖给谁？没人买呀、啊，因为这些买房的人他预期不好，对未来的收益啊不看好，对未来的房价他也不看好，所以你怎么忽悠他，他就是不买。那各地优惠政策啊。 一轮又一轮的花样百出的各种优惠啊，就是不买，买房的不买，那房企他那房子怎么变现啊？他拿什么钱还银行呢？所以说他现在不报，过半年还是要报，对吧？现在问题是人家不买房子，而不是房企资金充裕不充裕的问题啊。最近有一两个城市啊，比如上海，听说二月份、三月份这个房子卖得很火，五年来最高纪录，而且房价还卖得贵，很多豪宅涨了。 成交量是近五年来新高，实际上是上海啊，它是搞棚改啊，一个杨浦区吧，还有几个区搞棚改，棚改它搞货币化安置，这个我在以前的节目里专门介绍过，货币化安置，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上海的房价上涨，交易量剧增，因为这些拆迁户啊，手上拿着都是房票，必须去买房，你不买房你没用，所以这些人拿着房票啊，满上海去买房，有的改善了呢，他就买豪宅去了。 自己再加点钱，所以这个就造成那个上海呢，房价也涨了，交易量也涨了。但是这个，这叫饮鸩止渴。因为房地产啊，无非就是要么这个东西是在政府手上，那这个雷就是政府扛着；要么这个东西在开发商手上啊，那就是开发商把雷扛上；要么就是这个东西在韭菜身上啊，业主买走了，变成一个个的小雷，业主每个人抱一块扛走了，这个风险最小，分散了嘛，就这么简单嘛。 那现在呢？棚改是什么意思呢？棚改就是政府把这个雷抱着，哎，跟开发商没关系，因为棚改啊，就是那个地区棚改的话，它要启动资金啊，啊，它的逻辑是什么呢？逻辑是把这上面的人全部让他迁走啊。棚改地区啊，一般都是容积率比较低嘛，啊，那么他拆迁之后，他通过容积率啊提高，加上地价上涨啊，他这个项目就能赚钱，政府就能从中啊卖地，就能收入更多的钱，他就这么一个逻辑，所以他就拆迁。 拆迁完了之后呢，他要给这个拆迁户要给他房票，也还要给部分现金。然后这些拆迁户拿着房票，拿着现金去其他的项目去，就是上海市其他项目去买房。这个过程中啊，这个资金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政府也得先掏钱啊。政府从哪儿掏钱呢？就是地方债嘛，或者是城投啊，先掏钱。实际上都是政府信誉背书，把这钱先掏上，让这些人都搬走，然后他再拆迁。拆完之后这块地。 再去挂牌儿卖给房地产公司，当然了，它也有可能是同时进行，就是说地拆迁挂牌儿同时来所谓的城改项目，但是启动资金是要政府出的。现在啊，随着民企暴雷，很多城改项目也是烂尾了，比如说佳兆业的很多城改项目就有烂尾的，所以说这个风险啊是在这个政府手上。你说政府先出的钱嘛，那你这个投资回不来吗？所以现在啊，把上海这个城改继续。 向全国推广，就是全国再来一轮城改，那个就是叫引鸩止渴，就是相当于政府把雷抱走了。上海、深圳啊、北京这些地方可以搞，因为它本身价格高，第二个它不缺买的人。你像上海、深圳、北京，你只要放开，买的人还是有的。但是你说三线城市、四线城市或者二线城市，你搞城改，那谁去买呢？啊，所以说来说去啊，就是这个房子卖不掉，是因为大家没有信心了，房子卖不掉。 就导致什么呢？导致谁手上拿着项目、拿着土地的，谁就抱着雷。这个雷什么时候爆，这个不好说，但是迟早是要爆的，因为它卖不掉啊，卖不掉它总要付银行利息啊，总要有人员成本开发呀，房地产公司啊，你一套房都卖不出去，你多少万人的吃喝拉撒呀都要花钱的。像碧桂园，假设它十万人，你就按那平均工资一万，它一个月就是十个亿的开支啊，这是人员工资啊，这是还往少里算的。 加上其他的费用呢，他房子卖不出去，或者房子能卖出去，他是赔钱卖，那你说说他暴雷不就是迟早的事吗？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